你好，我是易普通话的达恩奇。Now, let's begin. A. 五一长假，我们去厦门玩吧，老公。B. 五一人太多了，咱们别出去玩了，就在家里休息休息吧。A. 五一长假，我们去厦门玩吧，老公。B. 五一人太多了，咱们别出去玩了，就在家里休息休息吧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